啲啊，老婆。啊，发恶梦啊？梦到自己咧对住块镜批苹果啊！唉，你睇下你啊，都嫁咗我噶啦，仲批乜鬼苹果啊？想睇未来个老公咩？唔系啦，好多人惊啊，头先真系。梗系得人惊啦，自己结咗婚都唔记得。唔好玩啦，我呢排真系成日发埋啲咁嘅梦啊！唉，梗系啦。由朝到晚成日睇埋嗰啲咩鬼故啊、鬼片啊嗰啲咁嘅嘢，睇少啲就冇事噶啦。你陪我多啲，我咪睇少啲咯。哎呀，老婆大人啊，我都话尽量咯。咁有阵时要做嘢，冇办法噶。啱。啊，好啦好啦，啊，我应承你啊，搞埋呢几单工程咧，我咩都唔接，我同你旅行散下心，好冇？系先好讲啊。嗱，应承你啊，哎呀，瞓下啦，听朝仲要起身爱国争。我尿先。想嘅咩？咁间工程听日要交货啊嘛，咁唔通我唔去睇下啦？少少嘢都发脾气。
等阵啦，人嚟紧噶啦。搞错啊！字唔坏，总唔坏。时运低啫，唔好搭电梯。摆啲落去。咦，阿妹，你仲有几多嘢未搞掂啊？你仲未走得啊？仲有少少啫。我差唔多搞掂噶啦，我唔等你噶咯喎。得噶啦。喂，我真系走噶咯喎，我唔等你噶咯喎。啊，阿妹啊，你阵间你收工，你锁栋门喎。得噶啦。啊，系啊，你唔好做咁夜啦。你好似几日冇瞓，啲黑眼圈好深啊，好易撞鬼噶。OK， 拜拜。
咪就话呢啲咪小事成日嗌交咯，你系咪激气啊？我成日睇咁多鬼书啊、鬼戏啊，都系打发时间啫。佢都陪唔到我，陪到我唔使睇啦。讲句佢又唔明，唉，我真系觉得咧，有时做人咧好难。你做过鬼啦咩？可能做鬼仲难过做人啊。冇错，我未做过鬼噶。咁咪系咯。你做过鬼咩？你个老人精啊！听讲我大过你噶。如果我话俾你听。我根本就是鬼呢啊，又吓你唔到喎。我睇咁多鬼片啊，你个样都唔似鬼啊，点会吓到我啊？唉，唔讲呢样嘢，我讲过我啱啱听翻嚟鬼故俾你听啊。都好啊。呢个故事叫做《荒林密语》。天光先翻嚟，你好当我你系我女朋友啊？你唔好嘈得唔得啊？日都系咁样嘅。你又出嘢第二个女人啦、啊？系又点？你咁样点得我住？理得我咩？你走啦！你好嘢，你咁样对我，我一定唔会放过你嘅。Thank you.
咁夜嘅？嚟啊！你咁夜有咩事啊？我老有啲嘢我想同你讲啊！我对你唔住啊！你有咩对我唔住啊？你又想搞啲乜嘢啊？我老母对你唔住，我琴晚喺波行到，我唔知波行我传说系真噶，我对你唔住啊！你唔系啊嘛？波行传说啲嘢你可以信嘅？如果我个传说系真，我仲喺度上网咩？你黐线！是真的你信我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什么境界你是不是傻的我的传说是真的你信我了我不要你今天不关其他的事我跟他完全都不夹我就大妈做你不要在这里你走啊你走我的传说是真的你信我了你不要我你不要我想真的傻傻你、哎、你走你走你现在走你不要再烦我我的原著是真的你信我是真的你信我你在哪裡聽到這樣的鬼故事你說到我真的心都害怕啊什麼你這麼小膽的嗎都害怕的不過我很快就怕完無事了、欸、我拿碗東西喝要不要其實那些鬼並不是那麼害怕的也都不是全部都會害人就算真的要害人可能都有他們的苦衷呢或者他們想沉冤待雪呢香港有很多屋邨鬼怪的傳說很多永無休止地傳說不斷這些屋邨的住持長夜燈光不足陰陰沉沉總是令人有些心寒的感覺70年代，呢两屋村嘅居民教育水平偏低，高空砸物嘅事件特别多。有阵时，一粒小型嘅地震从高处跌落嚟，就系咁样喺呢个世界上，就会睇见一个死于非命嘅亡魂啦。非命的亡魂在回魂那一晚他们是怎样回来的
又去得未啊？咁耐嘅？我點知佢哋啫？神婆咧？喺邊品神咯？几个月之前，纯粹有个地方发生了一次暴动事件，电视新闻亦都有公布，但是有没有人知道这间唐房的前身究竟是什么地方呢？喂，后面那里是不是就是那间唐房？是啊，这里就是以前日本人将我们中国人的地方。这里有条远远的中国同胞血液的核弹，呢度就咩？咦？啊，变咗政府封地啦，而家唔系咯，有啲原因先收翻。当中被处死嘅人，可能佢哋心里面到今时今日都会存在住一股怨气。就系呢样咧，佢仲知，所以居民都要。其实当日我哋两位主持人已经会感受到呢班已故嘅原居民，佢哋喺死前所留低嘅怨气，心里极感不安。所以我哋亦向住喺呢度嘅村民所兴建嘅女祖师庙做出沉痛嘅追悼。车点解唔见咗佢嘅？唔知啊，佢唔知行咗去边啦。不如我哋而家去揾佢。好啊好啊。喂，宝儿，宝儿，宝儿你喺边啊？你喺边啊，宝儿？唔好吓我啊，宝儿。你喺边啊？唔好玩啦，你搞乜鬼啊？宝儿啊，你喺边啊？宝儿，应我喂。宝儿，做咩事啊？喂，你做咩啊？喂，宝儿，喂，你做咩啊？你做咩事？你做乜嘢啫？而家，喂，做咩啊？宝儿，我哋去第二度啦。啊，走啊，喂。前一阵子。我哋一班工作人员喺新人行道拍摄咗一段灵异事件，所以跟住落嚟呢段片段，请各位观众朋友尽量留意电视机嘅左下角。当时我系负责揸车。当我将车转到大埔方向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摄影师朋友，他突然叫我开快点，但是我知道他一向都很怕坐快车，所以我立刻估到有点不妥。当时就在这里，在这里回到公司看视频的时候，我就看到电视里面有个灵体，他好像望着我，我当时真的很害怕，很害怕。嗯，都说屋邨多我的东西了，都不是的，这些东西周围都有的了，
仅有一只喺你附近嘅。我猜。吓死我啊！点解咁夜嘅？真系吓死人啊！咩翻嚟开门冇声噶？系啊，你倾偈倾得头立得滞，听唔到啫。都听唔到。都夜啦，我走啦。你真好啫，陪我，我上去落去啊。唔使啦，你哋倾下偈啦。拜拜。小心啲咯。拜拜。明晚唔好咁夜啦，过两晚就要七月十四，街上面好多恶鬼。世事往往无绝对。
你晚老婆听到阿宝倾咩？冇啊，讲下鬼故啊，倾下老公点样衰咁。老婆啊，唔好咁啦，唔好成日为咗少少嘢嗌交啦，好唔好？我唔想成日嗌交啊。点解即系话搵交嗌？我即是说呢，是我不啱，是我不着，是我不好，你大人有大量，不要怪我好不好？你成日都是这样，你讲过不算数，成日激动你嬲死啊。哎呀，咁要搵食的嘛，是不是？哎，老婆，我今天呢上地盘执埋啲手尾嗰阵呢，拍到个娱乐圈鬼故啊，想唔想听？嗯，要讲就讲咯。咁你听咗唔嬲我？哎呀，快啲讲啊。不过咁，呢、這个鬼故咧，要大被感我头先恐怖嘅。黐嚟嚟嚟，惊唔惊？你醒啦！你明知我唔会同你有 B B 噶啦，你想锁我？我喂，唐生冇饮啊！你要想做我唐天任背后嘅女人，
你要知道我需要啲乜嘢，同唔需要啲乜嘢。身體先好啊！呢次都係俾你補身噶。我想见你。你想见我，咁你预想喺边度等？咁老地方见啦。好。Thank you.
当初系你离开我，你一直谂翻嚟。我知道系我对你唔住，但我而家真系好需要人帮啊！你要我帮你，当日我乜嘢都冇晒，边个帮我？乜嘢都冇晒啦，冇晒朋友，屋企人又唔会帮我，你帮下我啊！条路你自己拣嘅，你要向上爬，做娱乐圈嘅朋友，你记唔记得？放弃家人，出卖朋友，你有咩资格人哋原谅你啊？我叫你帮下我啦！我谂我都冇乜嘢同你讲啦。今日我肯嚟呢度，都系想睇你玩啲咩花样。冇嘢啦嘛，走。走。阿松，阿松。咩都冇晒啦，疑云不低，命就有条。开饭啦！你做咩？冇嘢啊嘛你？个 B B 唔系佢噶。咩 B B 啊？你讲乜嘢啊？个 B B 系我同阿松噶。佢以为我想锁住佢，佢逼我。吓！你落咗个 B B， 多数人逼我唔要个 B B， 我杀咗自己个 B B， 我自己真想杀咗佢。you
冇辦法啦，喊都冇用啦。就算阿松知道又點啫？當初你雙人傷到咁盡，俾我做阿松都唔好意思啊，我好心傷你噶，唔好意思。去完台灣翻嚟之後，我乜嘢都冇曬。朋友又冇晒，屋企人又唔理我，算啦。可能好似头先阿汉叔咁样讲，我是晕低啦。今日导演，咩话？你头先又见到边个话？汉叔啊？唔系啊，买咗汉叔。汉叔肯定去咗台湾嗰时已经死咗噶啦，我仲俾咗几千蚊佢屋企做白事添。唉，你话你话唔系上低，我冇人信。汉叔死咗？咁我应该点样做啊？佢你？应该点样做啊？而家冇办法啦，唯一个办法，等紧寺庙供奉咗 B B 先算啦。睇下点算。再听一阵子，你以为我大富中我就会冇事啦咩？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嘅。蔡小姐，你放心啦，我哋每日都会有人超度佢嘅，尽量减低佢体内中元气，等佢早日投胎。呢件事情会搞大嘅，放心啦。小鬼，你敢信添？呢个系我同佢嘅关系，你
理得咁多咩？原本我可以投胎嘅，就系佢，佢连呢啲机会都唔俾我。既然你知道有机会成为佢嘅仔女，即系佢有机会系你阿妈啦，咁你仲要？我而家唔需要佢做我阿妈，佢好自私。你仲要同佢出丑？冇啊，冇，我唔要你噶，系天人唔俾我要你咋。如果你系要我嘅，根本冇人可以逼你唔要我噶。小鬼，你究竟点先肯放过佢？我只系要一个名啫，想我放过佢？好难啊！我要佢所做嘅事，作出补偿。你冥顽不灵，你要永不超生。放心啦，只小鬼我已经搞掂咗，佢又唔会再骚扰你噶啦。咁我先走啦，告辞。大千云冇事啊，冇事啊，唔使惊，唔好讲啦，睇下我送我唱先啊。我过啦，我过啦，再睇你。你唔好我阵啦。唔使惊嘛，你休息多啲啊，你身体唔好，休息多啲啊，你等多啲啊。唔系，你陪多我阵好嘛？大千云冇事就冇事噶啦，唔使惊，我送佢出去啊，我车佢走，我过两日睇啊，你休息多啲吓。今晚约咗阿宝同佢男朋友咧上嚟打牌，好嘛？好，冇错啊！我听日礼拜日都唔使翻工，叫埋你一齐玩。嗯嗯，有冇纸啊？嗯，攞俾。啊，呢张系咪你噶？嗯。谁单？哇，97年嘅嗰啲信啊，赌波公司，嗯，上手啩，给幸运的你，咩嚟？唉，总之唔鬼拆嘅啫，咩嚟啫？嗰啲咩鬼啊？幸运连锁信嗰啲嘢咯，我寄俾20个人，如果唔系行衰运。不是嘛，你記不記啊？那就記了，另外信其有，不過信其沒有嘛。哦，我夠鐘開工了，有什麼今晚先談一下。嗯，拜拜。拜拜。
老公，好心你啦，而家仲边有学你咁样嘅连锁信噶？你唔好理，咁先够特别。阿文收工嗰时啊，实吓鬼死佢。阿文边得人理你啲信啊？啊，讲起信，唔记得帮我睇下信箱有冇信添，帮我推出睇下先。你又做咩大驚小怪啊？老公，你睇下，收起啲咁嘅信啊！咦，新嘢嚟嘅喎。好心你啦，都睇呢啲信你咁开心。哼，就系呢啲咩信先唔使惊。你嗰唔系班 friend 玩嘢咩？好心你班 friend 啦，玩埋晒啲咁幼稚嘅嘢。乜幼稚啊？不过都要个电脑咧，十八几个钟头，到时咪懒咗你。黐线嘅你。吃饭啦！你系甜嘅半斗菜啊？唔系，你都食乜嘢啊？我啲饭仲几好，啊好嘢！我煮餐饭都好慢焦嘅。咁先好嘢啫。嗯哼，唔该。
頭先見到女人喺度數雞錢啊！唔係啊嘛，你唔好嚇我老公。真噶，頭先真係見到個女人喺度數雞錢啊！你唔好嚇我啊！唔知關唔關我工程嘅事？喂，我哋睇下，睇下封信啦，睇下封信講乜嘢。真啲啦嘛，哎呀长哥，我硬系觉得你好似好面善咁噶，喺边度见过你啦？唔会嘅，一人有相似嘅。听阿宝讲，话你好中意听鬼故。哦，都中意噶，到边个？有个鬼故，我每次打麻雀嘅时候都会记起。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兴趣想听啊？现在？哎，都好啊，吓又有牌打，有故事听，双重娱乐啊！好啊。
你阿媽等緊你門喎。係啊，阿媽叫我早啲翻噶嘛。邊個贏啊？邊個贏有所謂啊？咁你唔知今日七樓回咩？知啊，所以阿媽咪叫我行樓梯唔好搭 lift 咯。唔係你冇驚啫，咁都驚？我唔食你個博子魔，西。都是喎，好，慢慢先。啊，我都，我就係唔識啲人做，係嘛？好，第三元。嚇，你識乜嘢啊？木棒咯。你想帶你拉嚟個女婆出第三？唔好意思啊，咁我先走先啦。唔好走喎，你咁旺我，企多陣先啦。好啦，阿媽等我唔啦，趕住走啦。走啦！今日樓上亂揾你撞鬼啊！你好啦，咁多位走啦，拜拜。咦，奇怪啦，半夜嚟打麻雀冇聲嘅。你打一同嘅，佢唔系，如果唔啱就打噶啦。一同归西啊，大家利是咩？我唔知啊嘛。啊，你真系搞错啊！吴生吴太，我谂有啲嘢都系时候同你哋讲。咩事啊？你哋望下后面咪知咯。输啊！唔好怪罪自己啦。但系我哋真系冇第二条路拣。冇可能，我系连本带利争大一窿成百万。就算我哋唔死，佢哋都唔会放过我哋。对咩唔住啫？我哋都冇害佢哋。我谂唔到讲咩嘛。你
使讲对唔住，亦都唔使惊。我哋已经揾到人去投胎。哦，咁啊，恭喜晒，恭喜晒。哦哦，恭喜恭喜啊！啊，系啦，咁啊，请问你哋个替身系边个啊？咪就系你哋咯。先生，上租屋啊！